刚有没有事啊？没事啊，有什么事？你没有吓到啊？没事啊。哎呀，你看那个风景，好美啊！幸亏我会游泳啊，肚腩够大，浮起来啊。我也是有浮起来，可是我没有肚腩啊。老婆，世界急流啊，艰难度啊，有六号这么多啊，六号是最难的。我病的急流只是三啊，所以蛮刺激了的啦。哦，就三。小孩子可以不会来？可以啦，他们讲五岁都可以玩啊。五岁？哈，五岁的还大胆过你耶？你很坏呀，你。Go go go go, strong guy, strong guy。哎呀，你们呐，呀哈，用这么激烈的开场来欢迎我们回归，好假！你没有事啊，老婆？啊，没事啊。你有事吗？我没有事。我们村长夫人哦，哇，这次回归好假。半年了啊，是不是很想念我们啊？这次我们来啊，国宾哦，怡宝哦，夜乐游，我们就要带你们啦，啊，去吃喝玩乐，哎，早晚餐哦。哦，哎呀，想不到国宾啊，可以玩这个急流啊！下次我要多来几次，玩了就去吃美食，刚刚好又可以消耗卡路里。我现在要吃东西了，我饿。你干嘛一直抖？棒！要打个字，要说，等等，啥个来比？比？你要叫 ambulance 吗？不要不要不要，不要，我们就吃东西啦。走走走走。老婆啊，刚才玩急流玩的那么刺激，不然我们去路边吃最出名的奶粉定定金好吗？你呀，又要玩又要怕又要吃，好了，走走走走走。哎呦！你干什么？手抖得这么厉害，摇到我的 camera 了。我还是有点紧张啊，刚刚玩了那个吉利我到现在还是一直在抖啊。哎呀，人家笑你啊，观众朋友笑你啦。快点早吃啦！你这么怕吗？我现在要吃东西定金啊！呀，走，这边有什么好吃？哎呦，看就知道啦。啊？你看这个公仔啊，公仔好食冇？哎呀！好吃啊，他们说好吃啦。我听说啊，这边的那个奶粉是很出名的啊。来来来，这边一定要吃奶粉呐。等一下等一下，好像很多档都是奶粉哦。是哇，怎么这个 food court 全部都是卖奶粉炸料的啊？我听说有人讲那个国杰八号粉档很好吃哦，我们直接去那边 order 要不要？啊。Hello， 啊 ，Hello， 你不可以用背部跟人家讲话的啦，用屁股跟人家讲话咩？啊 ，Hello， 你们这边什么最好吃啊？国宾奶粉。啊，奶粉啊，有什么口味？有加梨、清汤、拉沙和干捞。啊，多来一点嘞！啊，好了，好，我们要阿萨拉沙咖喱干捞，然后给我们一点酿料，有特别的，好不好 ？OK， 要放点那个金风伞啊！你看，你看他。很香哦，这个阿萨姆拉沙非常香，50多年啊！哎呦，你看它的奶粉哦，好像你这样子的嘞，白白肥肥，一条一条这样。有哪个女孩子喜欢听肥肥的？看在奶粉的份上，我不跟你不要随随便便乱乱形容女人，他们就只能形容一个字罢了，瘦瘦白白美美啊！嗯，这里的阿萨姆拉沙哦，它真的是啊。很够味啊，因为它的汤里面那个干锋鱼的那个肉碎哦，很多嘞，酸酸辣辣，然后带点甜味这样子，绝对是吃到你哦，会感觉到哇，好爽的那种感觉。我呢，很挑食的，我不喜欢阿桑玛莎太浓，也不喜欢很 clear 的。这个我心目中的那杯茶，它的奶粉怎样？跟我们平常吃那种滑滑溜溜的不一样。用米浆做的，吃起来比较有口感。他们的奶粉啊，源自于中国广东一个省的叫西武啊，市会那边的，所以它是历史悠久的嘞。难怪吃下去哦，口感不一样嘞。嗯，而且配上这个阿萨姆拉沙汤，真的很够，酸酸辣辣甜甜。我跟你讲，它的奶粉哦，虽然是米浆做的嘛，对不对？不是那种很有弹性，可是吃下去还是有它的 Q 度啊。想想看，它放这样多那个葱啊、薄荷叶啊、黄瓜丝啊，所以它绝对是好吃的啦啊。Next 咖喱面，这个也是奶粉呢，
它咖喱面有放这个白芝麻，真的很好奇啊！加了这个白芝麻的咖喱哦，它味道如何？我们先喝一口汤好不好？有没有一种回到去小学的时候，吃咖喱面那种味道？你的小学跟我小学年代不同，请不要跟我扯上关系。你不是小我一两年罢了，这个很古早味啊！这个咖喱啊，够浓郁，够顺滑，也够辣。它的椰浆的香味与众不同。我觉得有那种咖椰的香气，放椰浆当然有咖椰的香气了。不是不是，跟平常不一样，特别的香的，肯定有它的秘方的。难道它还有再加别的东西下去啊？哎，怎么它的咖喱面好像没有放什么料的哈？哦，难怪啦，跟我看哦，一碗面快半，有些两块钱，原来你再加另外的料，那些酿料才一块钱一搞，哇，很便宜哦。哎。为什么西式面包会在这里？那种硬硬的面包为什么会在这里？面包来了没？你先吃啦。哎，我发觉哦，这里的酿茄子酿料哦，它不像我们吃的那种哦，很滑嫩的，或是很有弹性那种啊。原来他们只是用一种鱼肉罢了，所以它比较结实扎实一点。这里是 pork free 的，你知道没有？所以马来人呢、啊，印度人也是有来这边吃的。这个是类似沙爹鱼的那种。你试试看，很特别耶，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厚实、长得像面包的沙爹鱼，嗯，而且会在这里出现也是很特别的。他们讲这个是叫炸卷、炸卷啊，你来到怡保哦，有很多机会吃到这样子的东西。可是，在国宾这边特别一点，在炸卷里面有肉碎、虾米、炸葱，很多料哎。这个生光卷对不对？对。怡保的呢，那个沙葛呢是比较碎，然后比较小，然后吃起来比较脆的。可是这个好像是它的料完完全全放大，而且粉感比较重。可是鱼肉香味有在，还有一些葱的香气。我跟你讲，你尽量吃饱一点点啊！今天我带你去很多地方打卡。我累了。不可以不可以，你吃多点啊！来，我喂你，喂你就不累了。来啊！吃完早餐精神好，开开心心去怡保。老婆啊，你先休息一会儿，欣赏这沿途的老街美景，约半个小时后我们就可以再吃东西咯。这里是哪里？我跟你讲，村长跟夫人要带你们来怡保喝隔壁汤。哎呀，这什么？这个是长江七号。Pork free， 拍一下拍一下、啊。我们要跟大家讲，那看到没有？为什么是长江七号，而不是长江一二三四号？你没有看电影的咩？长江七号嘛，长江七号比较红，就放他们呢。你看有壁画，没有人排队，我可以做主角了，走开。有好的咖啡袋才会冲出好喝的咖啡。我们转一圈给他们看一下啊，真的很多人。你看一下这边还有什么，你看这是博物馆吗？这些哦都是老板的，就是上一代了，他们的祖先以前来马来西亚的时候啊，在这边做生意的一些证书，还有他们的照片保留得很好咧。可爱的小朋友，来来来来，哎呀，好可爱呀 ！Hello Hello， 很多人呐、啊，你看，你看我们的粉丝啊，你看转一圈转一圈，好假，好假！长江后浪推前浪，肚腩长在你身上，好笑。我老婆真的 upgrade 了很多啊，以前都不会讲话的，现在会讲话了啊！开什么玩笑？这半年没有我们的日子啊，我们可是很努力在 upgrade 自己的。是啦是啦，哎，不要讲这么多好不好？我很想吃这个金丝面了啦。这边是鸡肉碎啦，然后我吃这个看起来很像干捞面哦，可是哦，它是卤汁的面这样子的哦。去香港玩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有那种茄汁通心粉嘛。啊，这个呢，就是你知道吃板面啊，会吃到那个江鱼仔汤有没有？江鱼仔汤配这个通心粉，吃了会有童心哦，吃了会有童年哦。回春呢、啊？我用了1000块的粉底化的妆，不要捏。来来来来来，我
我找到了我的十岁。小时候就常在家里吃，所以有吃起来有那种家里的味道，所以我就找到了我的食谱。所以它是江鱼仔汤。对，就是那种感觉，吃板面的那种汤。它的这个很像干捞面的那个面哦，很弹牙，很脆口，每一口因为它都吸收了那个卤汁啊，然后它这个卤汁哦，不是那种重口味的，吃下去。它就是有那种胡枣味。他们这里啊，非常的爱葱的。你的有葱，我的也有葱，而且是他们自己炸的，放下去那油香味多香多诱人。而且你知道吗？里面有这个肉碎哦，混在里面又多了一层油香，又多了一层肉的那种亲切的味道。鸡肉丸配搭鸡肉碎，放在这个通心粉里面，不错不错。老婆，这里的鸡脚比你的手更滑。真的很奇怪耶，人家卤哦，可以卤到那个鸡脚的皮是滑滑，很有那种胶原蛋白的那种感觉，而且很入味。大家来怡宝一定有听过那个大西脚，是不是？嗯，这个哦就很像那种卤法鸡蛋的那种味道哦，真的很有古早味，甘甜，而且我觉得很适合放那个龟汁下去啊。等一下我们打包哦，我们去拿那个河粉放下去就变龟汁了。哎呀，来到这边要入乡随俗。对，你讲入乡随俗哦，我们要再吃一下他们的面包。听说这是一口就可以吃到一条牛油的吗？它的那个牛油是一条一条打横放。嗯，这么脆的一个面包，加上那个甜而不腻的咖呀，还有那个很香的牛油，这就已经是一个简单好吃的幸福了。这里是用他们的白咖啡再掺这个这里的麦仔茶，然后这个麦仔茶呢，就是加了这个爹打的跟那个香港的西麦奶茶。怎么那个吸管是铁来的哈？不知道现在要环保吗？哦，这个是我们自己带来的是吗？你看我老婆啊，是一个环保人士来的哈。啊，一向来注重养生的我，很久没有喝冰咖啡了。可是这里的咖啡因为够浓，又是咖啡豆啊，又是他们自己炒的，有没有？用这个糖啊、盐啊、牛油去炒的，非常注重那个 quality。所以这样倒下去，掺了这么多冰，你还依然觉得它是浓的。它的那个咖啡跟那个茶的味道，它连接起来的时候就是一种冲击，很难去想象到底它是怎样冲出来的。这个味道真的有水准。我以为啊，那个茶的味道会稍微被这个咖啡盖着，可是没有，它茶香味非常浓。像他们这么用心经营的哈，你在外头还看得到啊，他们的祖先啊，那证书啊，很有孝心。保留了传统的文化的，我们要记得我们自己的根。你的根在哪里呀？啊，巴杜巴哈啦。啊？巴杜巴是 orange 的。我的根，土地啊，土生土长。你的根在这边，手有根，头也有根，所以我老婆就是少根，就是这样。自己的根在哪里？你真的是。在拍我吗？要自己带这个环保的 straw， OK， 不要只会喝东西什么都不做。我洗啊，我洗啊。又来二奶巷，你是有多挂念二奶呀？哎呀，各位男人啊，你们来这个地方呢，最好就不要讲话啊，讲多就错多啊，因为这些女人啊，她们就想很多。二奶巷啊，不是你想的这样的啊，是以前一个富豪有钱人哦，啊，就是买了整排店给他的第二个老婆收租啊，他极爱他的老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再讲一次，给他的谁收租？哎呀，你来看一下，二奶对不对？二奶，你们这些人，哎呀，想想。Hi video， 海边按红色就可以了。就是，这就是那二奶吗？你说，是啦，你看，果然比你美呀、啊。这个怡宝这边呢，二奶巷啊，是所有怡宝人都懂的啊。
现在哦，所有游客都一定会来这边拍照打卡。我们之前不是来过一次了吗？是，可是现在哦，也有大奶象、三奶象啊，所以越来越多人来这边了啊。哈，二奶和三奶把那个大奶放在哪里啊？哎呀，没有人去理会这个的啦，不是那个意思啦，你知道没有？这个就是要振兴这边的那个经济旅游业。之前有一个很有名的政治家呢，他就做了这个事情，所以现在你看多么红这边。以后也要发明一条街，叫做大老公、二老公、三老公街。没有人理你的啦，哎呀，来，送个给你，你好好的存钱。不要只是浪费钱，存一下钱。哎呀，叫你存钱就走掉。玛丽，谁说我要跟你喝的？我要跟他喝。你看他是不是有一点精神分裂？我这叫演技。后面这个呢，就是这个旧街场很大幅的一个壁画来的，好像是矿，对不对？以前的。是啊，以前怡保这边最出名的就是细矿，可是后来没落之后啊，哎呀，大家就玩水干染嘛，是不是？哦，还好哦，现在哦，就有人把这边的街道哦就翻新啊，变成那个旅游的景点。你很啰嗦嘞，我知道啦。所以啊，下次啊，你们来到这个怡保啊，一定要来到旧街场，大奶、二奶、三奶巷。你终于可以接受了，来打卡，一二三 ，OK。很热，可以好没有？来走了走了，哎呀，来整个搬到位，走这边。这样子关就关了啦。哇，这里的壁画哦。很大幅哦，很有特色一下，你赶快再过去，我帮你拍照。不要不要，够了够了够了，哦，很美，可是我怕我走过去他们会逊色，我更美。来，我帮你拍，来我帮你拍。哎呦，来怡保就是要跟壁画拍照，就好像在冰城那样。哎呦，来怡保就要跟壁照拍照，过去，去。哎，那女人哦，真的是，啊，来，嘿，一二，啊，好了，走了，去了。讲，我们走过这条小巷哦，就到大奶巷了。正宫的道路，你最喜欢了咯。哎呀，在那边，在那边，大奶巷。好可怜啊，那两个孩子好可怜，怎么都坏了的，家里贫寒啊。拍照不了了，讲讲。我们要关心民情。坏了，走，来那边，大奶巷在那边。哎呀，老婆，你的大奶巷啊，你看，哦，就几个灯笼挂在那边，还是二奶巷精彩，那边多东西看一点哦，而且哦，有很多东西买，很多东西吃，我还是比较喜欢二奶巷。那老婆，你看啊。这个大奶巷、二奶巷、三奶巷哦，是有一定的距离的，你知道吗？就分开了他们呐。哪有距离？走路就会到的好吗？哎呀，真的是连偷吃都那么近。人家光明正大的吃的啦。恨你呀！反对，反对，反对。老婆，你有没有很期待嘞？我要带你去吃烛光晚餐了。有什么好期待？这是你应该做的。可是为什么我们会来到住宅区用餐呢？我们走错路啊！老婆，你放心，这个地方叫做 Secret Garden 秘密花园。今晚我就让你感受一下当韩剧女主角。Hello， 我是村长夫人。我是村长。我们现在除了是主持人，也是 YouTuber 哦。是啦，哎。你们可以啊，去 YouTube 那边找我们八度空间的后架来重温我们的节目的。啊，厉害了！现在要吃什么呀？来到怡保，当然是要吃鸡饭。你做什么拍摄这的？哎呀，当然是开玩笑啦！你以为我村长啊是那么普通早吃的一个专家？我跟你讲，我也不是。是啦，你看像后面那个bungalow。而且啊，这里老板很搬赖的哦，他租这间呢是英殖民时期就有的建筑，老建筑，百多年了啦。哎，你干嘛？要换镜头了。下次这样换的啊？是啦。
我们已经进来这一家餐厅里面了哦。谁不知道？你看它的装潢哦，是不是真的有点复古的 feel 啊？很那个英国的那个感觉啊。你这转看不到我啦。看得到啦，这个是外省来的。是，那为什么叫 Secret Garden 呢？因为以前这边哦都是草丛这样子的啊。啊，你经过、你都不知道这里有这样子的建筑物。以前它很乌路的，看不到的，看不到。是啦，它就在那个草丛里面这样子的两栋建筑物这样子哦，没有人发现到的。你穿高跟鞋啊，你小心啊啊、okay. 啊，小心啊，老你听听。Okay.多像拍戏走楼梯的声音啊，有没有？刚刚那个安哥啊，他看到你哦，他嘴巴这样，怎么羡慕我有这样一头秀发？你也看过这样美的女人啊，你看啊，真的很有情调哎，这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二人世界了啊。你想象一下，如果你带你家里人来旅行，然后你就可以把大的小的丢在 hotel， 然后来拍拖。我老婆开玩笑吧的，这里哦 是全家人来的、family style 的哈、这里又西餐又 fusion 的，你看我的这个、是 Australia 的 Wagyu beef 和牛啊，啊，厉害的、你看到一盘满满的 lamb shank。我跟你讲，和牛啊，你就是要吃半分熟啊，某部分啊，它就煎到它有一点脆脆香香，有那个牛的油的香味。当你咬下去，那个脂肪的部分啊，那个逼出来那个油这样子啊，很香，很多汁啊，哎呦，好吃。哎，我这个 lamb shank 啊，不像其他 lamb shank 啊，有一些是咬下去就马上化开来，它这个。还比较有骨气，韧性一点点的，所以就是软中带韧性。我觉得你吃这个 sauce 啊，你不要单单只是把这个 sauce 这样子沾来吃，因为它的这个 sauce 是 brown sauce， 有萝卜啊、安叶啊等等的，而且是比较带中式 style 的。我觉得是你要把下面的那个 mashed potato 混在里面一起吃，会加强它的口感和香气。你真的很会欣赏了哦。来趟怡宝哦，我的老婆立刻就 up 累了。Yeah, you know, we learned a lot. Yeah, 老婆啊，下一站你要去哪里玩，哪里吃啊？听说我们 plan 了很久的日本 trip 都没有实践过啊。各位朋友，如果你们有什么好的 suggestion 建议的话啊，欢迎你们到八度空间的 Facebook 那边留言啊，告诉我们，这样我们就去那边玩啊，这是好吃的啊，荷兰、瑞士，你永远在我心里。来，老婆 ，give me your hand。我不信这一套。One minute。你当我十岁吗？我十岁吗？我十岁吗？好啦，吃啦，这样香，这样好吃，快点吃，吃多点。